妈，你雄雄找这位回来准拄煞，啊，不过你煞大细心嘞，故意什么代志拢压过我，你看我是要安怎想？因找回来一个查某囝，我煞失去一对父母，啊，了伊嘛是不甘我，所以我唔知。好啊，莫阁讲啊！不过你外委屈，迄个不是理由。你想要伤害情玉，迄个是袂用得。为何这一年回来到今嘛，伊的心到底在这间厝，伊根本就无把恁当作一回事。啊，若无，恁还联合外人来设计爸，害爸的代志变空，阁害爸了遐济钱，你阁把伊当作宝？我天都教我一个一世人拢陪伴在恁身躯边的查某囝，安尼互恁糟蹋。伊若安尼，阿娘若是死，我会甲伊做一起，我的人生就无意义啊！即嘛是拢吐白沫，万新民心灵甲白汉娘是甘苦因苦。虽然我小可有感觉，你想袂到这是真实。妈，你到底是讲啥啦？你明尊，你阿公要得阿娘的命，我真正袂当无伊。你啊，我保着你家己，就算讲无爸妈的地，你还坚强。哎，对了，妈，对对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嬷，白太煮嘞，莹莹啊，看我这个本事，你应该嘛是知影你妈甲白汉娘见笑代啊。无啊，我是看到新闻才走回来啊，我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阿嬷，我看新闻，小阿姨人嘛规早好好无安怎啊？你是安怎一直啊变妈去行全路啊？妈，你著看在妈甲你约好这么侪年的婚俗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妈，我求你，我真正袂当无限量，你应该失去一个查某囝的心吗？感觉你连我这个大汉查某囝，你嘛要失去？新民甲白汉娘的代志，予万条万知影嘛好，伊愈了讲，我就愈欢喜。你真正是甲天照胆嘞吼！我饲你一世人，你煞安尼过无啊？我最该的是，还有是我朋友，只要当个礼拜为咱大小姐，反正拢冇紧。佮想要顶英雄，想要壮大，来看你敢打得起。我咧加留伫这个世间一秒钟，我拢欠七百。我即马就随送你上路。大姐，你若是要伫海良的命，那你就将海命嘛收起。你阿从啥？这无你的代志，一切拢是我。好啦，你莫阁讲话，莫阁讲话啊！安心妹，你竟然这么下死下贱，敢背叛了我白兰？丢，我下死下贱，我不守妇道，我偷看遐，安尼，
够啊！我一个查某囝，我是嫁出来，我一个残忍吧？做你动手，我无话。你顺耍，连我嘛想伊好啊啦！今日着我甲阿妈做伙卖吴静玉的命，安尼你满意无？我毋是爱你爸娘耍，我知影你即马对我已经感觉足切心、足失望的，所以我才求你拢无效。不过真少，你让我跟汉良心作伙，因为在这个世界只有伊对我上好。刘春，刘春，春，你得跟我跟汉良，跟我两个做大事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，把白凤娘抓起来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你来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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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，拜托！将人给我关进去。爹，爹！神明啊，你去了这边，汉良带歹去啊！新婚面子都吃了了，还阁进门不容？我是也真后悔，可我阁想要把头拄仔话拢收收回来，随送这只家主人的狗落地啊！真是下死下贱！瑞，把什么药开？我买！哎呀，我买的是，我没给错你！哎呀，哎呀！给我关停！爸，大小姐！哎呀，大小姐！大舅，我来！你现在跟哪样做？我想不到你有这一天了。杀了！
你一定要出来，你袂当把我母仔放落。人影尼久，应该是袂浮起来啊！梅爱，梅爱，放手，放手！什么？你都失心兼得了，这个世间以后袂够有白海两姐啦！我嘛不准你另外人搁提起，我爱的那是人死。还没点解出来，对所有的一切拢爱消息。爸，你想过残忍呐？阿娘以为你做骨头变一世人，结果你说你煞为着一个大小人的吴建玉，你若把阿娘做的功劳拢放袂记哩，你哪会这么糊涂？你是要做变做这种欺负社会的代志？你讲啊，你想要变做？小秋。你是你的小妹，我的亲闺女，你是不好路，做出我这个切心的代志，白恨了，伊就是要为你付出代价，来。算把海良囡仔人救起来，以后是好是歹，阁真歹讲。新敏，你莫阁家己讲感情，你嘛爱替伊小想一下，莫让伊以后歹做人。你想好想清楚。